金蒙斯金再度脚踏三元法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七六人今做客亚特兰大，虽然少了主力中锋恩里德 Joel Embiid、 伊利亚索瓦 Isan Eliasov， 面对前东家砍下全场最高21分16篮板，西蒙斯 Ben Simmons 更以13分12篮板11助攻完成大三元，助队以101-91击败老鹰，抢下9连胜。上半场结束，七六人有6分领先，一篮后下起三分雨，萨里奇 Dario Saric 瑞迪克 J.J. Redick 接连射进三分弹，加上西蒙斯灌篮得分，拉出一波17-2攻势。卡文顿 Robert Covington 伊利亚索娃也在三分线有贡献，全队单节投进6颗3分球。带着近30分领先优势进入末节，七六人稍稍起火，老鹰则在篮下外线都有分数进账，将落后追至十分差，不过仍无法扳平战局，由七六人抢下9连胜。此役伊利亚索瓦攻下21分16篮板2助攻，瑞德克也有19分，西蒙斯则缴10分12篮板11助攻，全能表现，完成本季第11次大三元。老鹰有李一 Damian Lee 得20分4篮板领先，伊利亚索瓦拿下全场最高分，每连射。